不知道你们吃过这个没有？不用加一滴水和一滴油的番茄炖牛腩，做法特别简单，味道还特别浓郁，只需要一个多功能电压力饭包就可以搞定。牛腩冷水下锅，加生姜料酒，给它焯一下水，打去浮沫，然后捞出温水清洗备用。我家用的这款福库多功能电压力饭包，使用的是打铁名将内胆，内胆厚实，热量集中，卖饭时涂层健康安全，经久耐磨，还不易粘锅，一擦就干净了。电饭锅里加去皮的番茄块，焯好水的牛肉、葱段、常见的香料和一碗料汁，搅拌均匀。这款电饭锅是可以实现约 1.8 倍高压，无水炖牛肉，选择营养饭模式，两个回合就好了。第一个回合结束了，加入土豆和胡萝卜，再焖15分钟就好了。已经两个回合了，我早就受不了了，焖的时候就满屋飘香，真的要吹爆这个番茄牛腩。一口下去，牛肉软软烂烂的，还夹杂着番茄的酸甜，还有这个土豆吃起来绵绵密密的口感，沙沙的胡萝卜糯糯的，带着清甜，他们几个组合起来，每个都恰到好处，而且做法超级简单，有手就行，快去试试吧。